中轴线上的传统京味糕点，全聚德烤鸭做成甜品。今天来到了北京中轴线之前门大街，这边的老字号和小吃可太多了，这个还有这个，今天这些咱们都不去吃，咱们去吃全聚德前门店的中轴线下午茶，博古架、梳妆匣、甜品式烤鸭。你们看，烤鸭卷是冰皮的，烤鸭肉是巧克力慕斯做的，甜面酱换成了巧克力酱，还有16份北京的特色小吃，全部小巧精致，无不体现着糕点甜品大师的手艺。细如发丝的龙须饼，招牌的小鸭酥，形象的佛手酥，每个都充满精细的味道，让你感受中轴线文化的同时，也能达到味蕾的满足。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是精致的下午茶，瞬间变成京城名媛。品中正，品华穷，品精彩，将中轴线北端、中端、南端分成了3个特色礼盒，打开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中轴线，呈现京味国风美食融入在礼盒中。趁着天气好，赶快来尝一尝吧。